见老佛爷。明禄，你大清早嚟见我，乜嘢事咁严重啊？回老佛爷，呢件事系关乎老佛爷嘅性命嘅。吓，我嘅性命？你快啲起身讲清楚我知。谢老佛爷，回老佛爷，据老臣所知，宫中有人作反，派兵包围怡和院，要攞老佛爷同老臣嘅性命。边个咁大胆？你讲。微臣不敢妄就。你唔讲，你叫我点样去缉拿凶徒啊？快啲讲。老佛爷，恕臣狂妄。这个主谋人是皇上。皇上？明禄，咋？世间上哪里有疑感事务的？你不要立乱地诬害皇上吧。依老臣之道，不过老臣这个消息千真万确，而且手上有人证物证。那人证物证呢？如果要人证，可以宣这个人上殿。快传。咋？轩辕世海，臣直隶总督袁世海参见老佛爷，老佛爷吉祥。袁世海，明大人所讲的是否属实？你要小心地讲出来，顾住你的脑袋呀。咋？回老佛爷，昨晚皇上密召微臣，提及新政，说老佛爷诸多干预，命微臣领兵包围御和院。那你怎做啊？微臣觉得事情严重，恐怕会伤害到老佛爷，故此微臣将实情原本禀知明大人。那明大人所提的物证呢？有。皇上赐给微臣金箭一支为证。李莲英，咋？拿上来看。他太过大逆不道，我一定要问个明白。点啊？咩事啊？大人，太后已经知道了这件事，皇上叫我来通知大人马上离开这里。啊，皇上和康先生是怎样？皇上现在被太后软禁在刑台，康先生已经出走了。为什么太后的消息会这么灵通的？听说是袁世凯大人告密的。袁世凯，袁世凯这个老匹夫，我哋太对唔住皇上。志龙兄，我哋以后再有打算啦，而家走先啦，请大人马上离开啦。我系唔会离开。你何必白白牺牲啫？王大哥，你曾经讲过，你话做人要顶天立地，唔可以推卸责任。今次我有眼无珠，睇错人。我要留下在这里承担一切的责任，试想各国变法，有哪一个不是流血而成？我们中国从来就没有因变法而流血的人，假如是要有的，就由我谭志同开始了。志同。
我哋生喺呢个时代，恕我辜负咗你。只要你继续保持我嘅精神，我又死何足惜？志东，开门！麻烦你照顾我妻子。志东兄，你哋走啦！志东，志东兄，志东，开门！志东，开门！志东，阿嫂，走！志东，志东，志东。知道我哋要斩头嘅，我哋会嘅，唔该你。咁你跟我嚟。遵守夫人带去安全的地方，你放心。王大哥，你都系唔好咁冒险嚟探我哋，以免节外生枝。志东兄，我今日嚟揾你，就话俾你知，万一唔好彩，你哋要拎去提斩嘅，我哋会召集班兄弟嚟救你哋嘅。杀身成仁。舍生取义，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老佛爷吉祥，袁世凯，要你办嘅事办成点啊？回老佛爷，康有为已经逃离国内。聽講去了日本，但是譚志同、香港人楊心秀、楊瑞、林毓、劉光第六人竟已扣留在押。榮六，咋？看看幾時派人到刑部，將那六個人提審定罪呢？回老佛爺，聽講康有為是被革命黨維護逃出京城的，据老臣的意见，这六个人一定跟康有为有联系，审与不审，罪名一样的，如果再加提审，盏夜长多梦，节外生枝。但是未经提审，又恐怕招人勿疑。老佛爷，奴才就说不怕了。呢班系乱臣贼党，对朝廷早就有不利之心，应该要杀无赦。杀头！光大，光大啊！要杀头！要杀头啊！要杀头啊！要杀头！要杀头！杀啦！杀啦！我唔想死！我唔想死！我唔想死啊！我唔想死！讲嘢，你定啲，你听我讲啊！
嗱，你听我讲，杀啦！我哋系未人审判，又未人定罪，咁点会杀头啫？唔系，系要嘅，系要杀头嘅，系要杀头啊，要杀头啊！讲嘢，突然间如果出东门嘅话，我就冇呃你啦。东门，东门即系拎去审啫。咁西门，西门又点啊？西门，西门，杀啦！三来，将全部犯人押出。是。不会西门的，不会西门的，将他们带出西门。西门要斩头，有咩道理啊？见到慈禧未经审讯就将我哋定罪，系啊，有冇理由噶？吓，点解唔去？我都唔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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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唔去。哦，斩犯人咯，幸运啊，幸运大人。
点解啲调子咁熟？边个喺度吹箫啦？回皇上，系真主吹嘅。系啊，系珍妃，冇错啦，系珍妃啊！珍妃喺边处？皇上，真主而家喺冷宫。冷宫，冷宫。珍妃，皇上，系咪想见真主呢？系，皇上唔使难过，奴才有办法，请等奴才一阵啦。
放生？是一隻船。是。是一隻又可以飄去東，又可以飄去西的船。還有一副對聯。皇上，你讀出來吧。君城破浪峰，妾憶西江水。真是太有意思了，朕從來都未接受過這麼好的禮物，是不是你自己做的？是。皇上，你喜歡嗎？喜歡。真是雅致，真是雅致。是呢，為什麼少了一支掌？皇上，拿。太好了，珍妃，朕真的希望我哋第日两个人就坐喺呢只船，中意去东就去东，去西就去西，我哋自由自在咁一齐生活。系，我都系咁想。君城破浪峰，妾憶西江水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老佛爷驾到。点解王阿妈会喺呢个时候嚟嘅？